Hey guys,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. What game you see in the background is called Escape from Tarkov, and I'm been pretty obsessed with it for a couple of days, so the videos is kind of messed up in the moment. However, but I decided to put one of the raids that I'm with friends. As a new player, so I do recommend playing with friends. If you are a newcomers for Escape from Tarkov, because this game is not very forgiving, so to say. But anyways, I hope you guys enjoyed today's video, and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. 听到那个声音都不敢出去，我操！那有30分。你们在哪？我在天桥上面。我在零号门。我要上天桥。这边好多尸体。那个风降是。我在新人，我在那个我在天桥门口。那我上去。我趴在零号门，零号门的。我在天桥。OK。这边好多尸体，加几分？加几分？ AI不要杀到新人。你玩 Scape 就不要杀玩家，除非你有一只，就不要杀猎人。为什么在打？可能还有玩家在。OK， 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们两个在哪里？玩家在我这。 他跑错了一点，3号门吗？对，3号门，他跑下去了，重亏。他3号门，他归在3号门。死了，没有。他死了。我在看3号，没事。 3号门前面有一个 AI。跑刀，死了，那是跑刀。我要靠近3号门了，不要打我。OK。 谁在捡尸？我在捡尸。哇靠，蹲到一个重的，这爽啊！他这边有2把大枪，你们来捡一捡。PP19跟AKM，我2把大枪了，我捡不下来。 新人要不要来捡啊？你来，新人你来，这边把 AK。我捡209，因为209不好用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大包，那个大包给你 MB-MSI。我可以拿什么？就这边都给你，这边都给你，剩下的都给你。你现在前期东西拿一拿都可以先留。 然后看我们要不要先撤掉吧，80多。没有啊，你可以看有没有剩下捡剩的。啊，也可以的。你看一下有没有捡剩，只是小心一点。对啊，小心一点。路上还有把3AK捡。有白甲，我还捡到个白甲，刚刚什么？我操！我收了一副也好了。 话说刚才那只重盔是死在哪？不是门口吗？可是我们看到那只尸体啊。因为你过去的时候它已经光了。没有吧？啊，那我不知道，算是被尊重。搞饭，我在流血，他妈的！这是个好问题。你有绷带吗？没有啊。那个谁在开绿箱啊？绿箱。有人在开绿箱吗？对，我在开绿箱。 我捡到一个瞄准镜，好爽！他们都没有收什么，不香吗？我上天桥。
靠北，这边多一个玩家，好屌！死了吗？你死了吗？死了死了，没有没有，他死他死。他吓死我，他蹲在那边，然后不打我。跑刀的吗？不是，他身上有 AK， 好像是 SCAVE， 对 SCAVE。那你要小心哦，你 SCAVE 会打你。靠北，我这边有人。靠，哎，我打到好像是 AI 哎。对啊，你打的是 AI 玩家不是吗？对，我打的是 AI。对啊，你们打到 AI 玩家，所以 AI 会打你。幸好这几只 AI 是白痴，我太白了。谁先去把三号门打开？因为我等一下想干赢这 AI， 然后走掉。仓库浴室是谁？嗯，我。哦，是你，好好，没事。浴室这边一堆尸体，好多枪啊！哎、欸，这边三楼有两只 AI， 看要不要把它干掉。在天上，对我等下会去杀，我杀完就要走。然后我捡不下来。谁在咳嗽？我在流血。你要不要先走？好，我先撤。反正我也捡不下来。啊，那只重甲怎么没见？看那只重甲会不会在点那边动？就没别的家伙。哎，我撤了。好，我一直在喷血，他妈的！你先撤吧，我们也要撤，就我没地方放枪。新手应该也没地方放了吧？嗯。那你们可以两把枪捡一捡就可以闪，就走吧。跳舞嘞，我还在打，感觉太亏了。